好，出了一个防御崩坏，结果破坏了阳神的防御。普通攻击之后再接一个预知幻影，没毛病。真无的暴击比较高，对，真无的暴击是比较高的。好，轮到阳神的哈维迪发飙了，他现在要打出一套死吗？再加一个 CD， 两次 CD 倒地追头，好，往这边摔起来，三超杀。阳神又是却反一个下重脚，好，我们来看这里维斯的一个套的暴气有没有机会打出一套非常高的伤害。好，跳 TT 一次中冲撞，哇，这道连段打得相当具有建设性。哎呦我天哪，又往这边扔起来追加冲撞，那现在跳起来空中确认超杀，结果哈维迪又中了。完了，维斯要去，想不到阳神就是这么生猛。